好，开始第二段。现在应该是，啊，这个房间不用去，可以去这儿。那个午睡室为什么还有啊？有一个电路破解，电路破解专家，什么鬼？我的地图为什么没有？我很不爽！我操，这家伙待会儿又起来了。特种部队录音是为了去寄病毒和抗病毒剂。发现目标正要打开保险箱啊，哦！这个是威廉 Birkin 那个重现文字重现。他们特种部队去抢威廉的寄病毒，然后双方发生了火力冲突，然后威廉死掉了。在他临死前，他给自己打了一针，变成鸡了。升级为普通职员，我不是已经升级为普通职员了？北区、西区。哇操！中间这个三叉楼梯变那么帅啊！可以的。地图在门卫室，我没拿，没拿吗？我拿了呀。我拿了呀。对，火力冲突是指，没有，那威廉也开枪了呀。威廉不开枪，他们会那个吗？警备室我不是拿了吗？是这个吗？我记得我刚才拿到了，说什么北区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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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就是那个是拿的是北区，西区和东区是分开的啊。我突然想起来，是这个意思啊。这个要4级，我现在才2级。这个流程就是不断拿这个更高级的这个授权，然后去那个什么，是吧？威廉掏枪了。CE staff clearance required for bridge access. 为您的身份识别腕带升级。手枪好少的，这什么东西？好多飞蛾。哎，我不是要去西区吗？我为什么来到东区？我操，那么大一盆，我还以为是盆栽呢，居然是绿草。对，还是表观。嗯，还可以存档。要存吗？刚才是不是存过了？地图给一个 V，不是门啊。想走哪个门？我操！这个门让我有不好的预感。好吧，只能走这个门。这身衣服是受伤以后的衣服啊，初始怎么穿？这个人被那个了，啥了？被植物给捅菊花了，按在墙上，植物也变异了。Senior staff clearance required for 好了。computer access.
这个音乐怎么回事？可以。需要一个什么样本之类的插进去。Dispensing solution now. 哦，没有。没死透，是吗？喷洒罐，什么意思？我是要把这罐子装满是吗？还是说把它塞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？Input code， 我操！这个有点难，这个有点难，这个有点难。这算死透了吗？这总死了吧？哦，这个死了。要去冷冻室是吗？尿不出来的感觉，我操，这位同学很有体会是吗？嘿嘿。好多植物人，用手枪点爆身上所有弱点，这成就是不是太难了？除草剂，哦，植物42吗？这是除草剂合成，空罐放入适配，加入所需剂量的，所需剂量的 UMB 幽木币21号。43号植物，不是阳管里是42号植物吧？啊，43号的弟弟，加入21号，幽木币21号。这什么？这个和四个。嘿呀，其他那个什么有吗？线索有吗？我操，这人不会站起来吧？好危险，这人可疑。稍微远了。对，我知道是刚刚那个密码，但是他这样抹掉的话，没有其他线索，那我还是不知道怎么弄开。开另外一个门能看到，线索在楼下。哦，原来是那个高级加普通是三发，然后大型的话就是五发，还是少了一发感觉。现在身上各种防身武器都有。重置版做得好啊，销量爆表也是应该的。这是一半，楼下还有一半是吗？先看一下这个看上去像是，俄罗斯方块一样的图案。有时候6发，有时候5发，是吗？那他是不是还有合成经验呢？越合成到后来越高。
怎么走来着？温度控制设备终端机，药喷洒系统。这是什么？高级职员电脑。这是回来了，能去试出来吗？把密码给试出来。你怎么后面那个也倒了？后面那个是误伤的，后面那个是误伤的，贴在玻璃上的高级职员应该是。那个是高级职员，但是我要把植物干了，那个人掉下来，我才能摸到他的那个，在一个螺旋状奖杯的底部。可以，不好意思啊，我那啥，不小心的。这个是这样吗？怎么办？实验室，我记不住啊，这个。反正第一个和第四个是是一样的，第一个看上去像是鼻。第二个是二，第三个是好像是，啊，也是某种俄罗斯方块，拍下来，我操，吓死了！都去过了吧？这房间为什么还没那啥？子弹没事，有的多子弹。T 病毒是很牛逼的病毒。不管了。OK。还有啥玩意儿我没拿，过分了，我难受。这个开了，哎呀，那，啊，那个还要先到这个下去，然后看了密码再上来是吗？好吧。哇哦，黑咕隆咚的又来了。东区地图，还有火药大。行吧，不要打。说闪光弹要留着打暴君是吗？
有个蓝草莓呢，谁说的？我这儿看没有啊，是这儿地方有东西没拿，所以通到了这儿吧。哎呦！哇，你看这个，你看这个爪印就知道是谁了。闪光弹应该不能闪甜甜吧？甜甜是瞎子哎。一串二树人那儿有个草，是吗？甜甜喜欢躲天花板上，过来出其不意来一发。四发。主要是塞他嘴里爆炸了。这边这个是啥玩意儿？弄得我都不敢走了，就是这个东西吧，双螺旋 DNA，底部写有文字，这个，摸光了。现在可以回去了吧？保温测试实验室。错了，还以为是小刀，现在是小刀了。那不起来了，真奢侈，这俩直接炸死了。亏了一个亿，是的，火焰对甜甜没用，哦，这样，好刺激，尼玛！
怎么那么硬？完了完了完了！没子弹了，上不了弹。好气。好了，很安逸了。尼玛，这是哪儿？我操！直接打回解放前了。绿草多留一个吧。最高难度，有意思吗？已经有人录了。这个我知道密码，可以直接干。打的不是打的克莱尔李冠。你在我的直播间里看到过克莱尔吗？你也是在做梦。一起烧可以，据说这儿还有一个蓝草呢。哦，这儿要毛个蓝草。直接下楼吧，隔壁房间还没去。我这是有个弹药粉大是吗？记错了吗？啊，没记错。
哎，变六番，随机的。刚刚阿巴说有时候五番，有时候六番，还真的。行吧，就这样。那个之前不是好像还有个手雷来着？是个手雷，手雷，要不以后再说。这有啥？地图啊，这还有一个火药弹，行吧。子弹缺吗？挺缺的，但是你别全杀的话就还好。四发喷的，你看一会儿打那甜甜，四发喷的还不够呢。先把人清了再。没子弹了，行吧，这儿没东西好像，啊，摸干净。这儿好像也缺个啥 ，Murph 是吗？啊，是个密码。啊，还是说这里也要？来喽！给前后加了。要中。四发应该够了。
两只甜点真的好刺激。前面这个门好像进不去，啊，可以进。低温实验室，但是低温实验室进不去，再确认一下为什么进不去。Low temp testing 没电，好吧，没电，黄了现在。李昂这次脏话不断，怎么了？救命的手枪子弹，某人的笔记突然活了，烧光他们，幸好调制器。哦，这是干这个的。你怎么去那儿了呢？强力火药，啊，行吧，这房间也搜刮干净了，啊，又回到大堂了，原来是这样，通的，好吧，存一下，存一下。耐久用到刚刚好才最精髓。这个奖杯，哎，调查一下，然后把它存了吧，是不是？看一下啊，小火药应该没什么用了。小火药和大火药能合吗？合出来是啥玩意儿？双倍手枪弹，那大火药和大火药是不是合的更多？小加大，大加大，那是强化加强化，不是大加大。
那小火药加大火药好了，因为我怀疑后期可能也没有那么多那啥了，强化火药了。27法，马马虎虎吧。和麦林是最划算的。我需要一点草药，没血了。拿一个红绿，操，红绿好少，哇，是不是还有好多？嗯，哇，也不多，就两个。行吧，先这样。蓝的合进去可以加防御，不是说可以解毒吗？红加蓝是加防啊，但是红蓝绿是解毒啊，是吗？看一眼啊，能。可以治愈身体，完全恢复生命值。此外，还可减少受到的伤害，并可短时间内预防啊，还是有点用。解毒加防御一起的，那还可以，不算特别亏。下水道谁会中毒啊？急吗？我不光存了一堆蓝草，而且我还有一堆蓝草没捡。记得投技啊，这点没有黄草了。黄考选，感觉是在实验室里这个用的有点大手笔，疯狂用。是这个是吗？恢复电力。什么意思？要调查一下是吗？我先看一下它是什么，是要第一根白针，后面两根红针。什么玩意儿？Murph，切换啊，这样啊，有快捷键的。还是 Arrow。
这不是 Murph 了吗？哦，我看错了，是 MUIF。操！妈的，智障，什么玩意儿？还不对。是啊，我不是调到最后一个频道了吗？不是这个吗？不是这个吗？啊，我还调过是吗？什么鬼？啊，好了。啊，对对对。啊，等等。然后这冷冻室就可以进去是吗？冷冻室好像也没有电。哇，低温实验室，这个房间好大啊。这人要起来了。Welcome back, Dr. Lee. You Dr. have Lee。five new messages. 武则新信息，李伟恩的电脑，卡特怀特那家伙也太混账了吧！双螺旋奖杯，把后年预算调出来，被袭击了，卡特怀特的，绝无此人失控了，啦啦队的 Sosie 嘛，这有没有什么？有没有什么有用的东西？10周年颁奖是什么玩意儿？哟，晚上好！我操！Who left the freezer open? 哦，先要去灌那个，然后再来弄这个，是吧？我操，我太机智了。先要灌入那个什么什么玩意儿，然后再立即把它冻上。谷歌拿了什么奖？三光奖杯。哎，亮堂了，这个就好很多了。哎，低温萃取，这个房间开了。购物机房，这里面有东西吗？rip，这啥燃料？哦，是个存档房间啊，好东西。然后这个也存了吧，暂时没用。这也存了吧，暂时没用。小刀。这个是善意的房间，存。Power off 不是断电的意思吗？啊，这是个好房间，可以可以。好，该上楼了。全程武圣，居然有人说这个玩的全程武圣啊！全程武圣不是生化的常态吗？拿了10周年奖，那是什么奖啊？专注。我听这声音不太对，刷人了吗？
完蛋，忘了，猜一下吧。我操！2067还行，你怎么不说294、2236呢？没有，主要那个东西它不是数字的，如果是什么字母、数字之类的，就好记一点。Manual mode engaged. Adjust amount of solution to match cartridge capacity. 啥？啊，就是数字是吗？等一下。要跟那个红线一致是吗？左边灌到右边，然后，嗯。啊，右边灌到左边是，对了吗？不对，右边灌到左边，让我想一下，这个最讨厌这种应用题，挺好玩的呀。我知道得要想办法吧。哎，把这钱灌进去。然后这样，再灌回来，好像也不对。隔差，就差那么。要比这个少两个，我要看刻度，本来还想不看刻度，左边这个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格，要求是八格，八格，左边这个十格，右边这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，是吗？一二。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二个，对，一二三四五六六六十，左边是十十十二和六，要凑出八过来，凑出个八，十二减四是八，现在两边都是六。嗯，先把十格关门。等一下，得把这个关门。
时隔，然后减掉二。这边是四个，六个倒到十个能弄出四个，十格的倒到六格能弄出四个来。然后这样这样，然后再弄个六个出来。啊，有了有了有了。哎，好了，操！如果是我的话，我就把那个罐子砸了，然后拿出来倒一下。不就是要六格吗？是吗？不是要八格吗？然后是要注入溶液以后，注入溶液以后。冻上它，是这意思吧？你手别碰到啊！你为什么手要碰到？画面好糊啊，糊吗？我已经尽量不糊了。OK 了，直播是会糊一点的啦。这个还挺还原的，原来是做保险丝，也不知道为什么保险丝在冷冻房里面做，这次做药我觉得还可以，还比较科学。研究员很聪明，他应该秒就做出来了，我做了半天。录播的话估计要年后了。 Cooling complete. 回去那个丧尸估计要活，但是应该这个地方不用再来了，不管他了，好像没火。对的，我觉得药更科学一点，你们觉得呢？过年七天乐了，暴君要上线了。可以从那边绕上，喷一下植物吧，喷一下植物是不是植物人也死了？
普通难度。Dispensing solution now. 哇，植物全死光了。所以呢，那个人掉下来了，他身上有这个高级腕带。That did the trick. 这人掉哪儿了？掉在……哦，要绕到底。但是估计中间会出个什么玩意儿。我都说植物要先干掉。好吧，这边过了，都摸干净了，好像。三个人，四个人，卡特、怀特，自动生成李伟恩。没事，烧不烧都无所谓，我估计这地方也不会回来了。带把刀。红绿要不合掉了，行，就现在这样，存一下。问题两开花，然后我还比较在意的是那个之前还第一次遇到过一个需要，对，午睡时这儿需要一个电路破解的，吃了好多药，现在三级了，三级可以去吸取了。哎，不好意思，走错了。这儿吧，好像也不是，怎么回事？迷路了，背后。啊，这儿。追在追我似的。再拿最后一个背包，我阿姨，你说还坐那儿吗？没错，Murph， 这次是那个 Murph 了。
隔壁那个家伙也出来了，李伟恩的日记全死了 ，USS 全死了，不是 USS 没死，为什么？他们工作不是保护我们吗？大家不都说我们天才吗？像我这样天才为什么要死在这种地方？我会拿诺贝尔奖的。行行吧，行吧，诺贝尔奖。然后包包里面有个浣熊玩偶，别忘了打。你怎么现在才说呢？你看看，危险危险，应该去西区了。用刀好有耐久，是啊，会掉耐久的。这段要不先告一段落，虽然没存档地方。